能够呼唤耶稣的名字，愿他们能够主要来认识于你，愿他们的家属或者说养老院中间有福音的使者在那里传扬福音。主，你也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主啊，我们在疫情的三年前一直要做养老院的工作，但是主啊，我们不晓得现在应该如何去做，求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做该做的事情。亲爱的主，也求你赐下今年给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机会。主啊，让我们走出家门，走出国门。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有福音，主啊，大门为我们敞开。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的意向是，主啊，要去台湾，要去新西兰，要去别的国家，主啊，去宣教，也学习别人的宣教。主啊，要教会对教会要合而为一。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愿你来为我们成就，也愿为 预备、哦、我们的国库的金钱够用，也为我们预备，主啊，宣教士愿意，主啊，为你摆上踏上宣教的道路。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要向东向南说向西扩张我们的主啊帐幕。主啊，你自己来成就我们的大事。主，我们只有祷告在你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个礼拜周一又开始与你主啊相遇。主啊，把创世纪也带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将创世纪的内容再一次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哦，该学习的要谦卑学习，该警戒的让我们要警戒。从我们哦，主啊，里面的那些你所不喜悦的老我连根拔起来。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愿你来纪念你自己的仆人为我们的摆上，愿我们这些哦学生们能够谦卑领受主啊你属天而来的玛拿，把晚上的时间全然交在你的手中。这样感恩祷告交托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老师来了，不担心哦。听到声音我就开心了，我祷告完了，我知道老师肯定应该来。我叫许昌伟去找你，我祷告我说。有听到，所以才赶快起来，这个很重要。对呀、啊，因为那个时间上面真是不容易。没祷告之前去找你，对，很聪明，很好。感谢主，啊、把时间交给你。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这个跟弟兄姊妹一起啊过日子是很美的事啊。这个也是啊，为什么我们能够一直保持啊在神面前的这种生活啊？我昨天晚上啊跟那个周同培牧师啊，交通的一个晚上。那个我前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他特别从这个南加州啊开车到我们这里，然后呢跟他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同工叫 Ruby 姊妹啊，然后一起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有很好的交通。那么借着这个交通啊，然后我们就连接在合一的里面。然后他年纪比我大很多了，然后这个大概七十几八都快接近80了。那他年轻的时候啊是少数啊，这个在教会里面啊很少有这么怎么说，就是年轻人，但是要、啊、确实要、啊、非常这个敬虔，而且又是那么杰出的啊、哦！他是我建中学长，也就是我的台大的这个学长，这个在他们那个年代啊是出类拔萃啊、哦，非常非常少啊、哦，非常非常少。所以在众教会啊，只要看到这么爱主的又这么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精英哈。愿意啦，来到主面前，然后愿意啊来学习主的话啊，而且、啊、又愿意来跟随啊，真是少之又少。所以呢，特别是啊，
神就是教会啊会特别重视，特别重视，所以他跟我一样年轻的时候就是很被看重的哈，被教会看重的。那但是呢后面所经历的，哎呀，那真是苦啊。人都很奇妙，神啊是这个带领我们啊是非常非常像的啊、哦、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啊、哦、那个教会的带领者哈、哦、就史伯成弟兄。史伯成弟兄以前的话跟我所认识一个教会的那个关系又特别近，所以哎我们这个是少数哈、哦，可以非常了解他们教会的整个属灵的这个情形的人，哎呀，这也算是知音呐、啊，哦，也算是知音。然后上个礼拜他给我一本书，叫做《我成了何等的人》。那个姊妹说，那你要还给我，我还没看完呢，哦。我在短短的不到四天的时间，从头到尾都把它读完了。啊，我读完了很多的感触。那我这个昨天晚上去还书的同时啊，跟这个周牧师啊就有很深的一个交通。这个昨天所以就是从还书一直到回来哈、啊，然后又交通，哎呀。这段时间真的是觉得好像神特别把很多的事啊、哦、都摆在我们眼前，然后重新的然后来带领我们。哎，我非常非常喜乐。我也相信啊，神有神的美意啊、这个有许多的事啊，神之所以做这些工作哈，一定有很大的这个原因呢、啊、哈，所以我们就求主保守什么呢？保守这个周牧师跟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接下来的这个一切配合，怎么样能够啊一起啊透过这个网络来传扬福音。啊，昨天早上也是去教会啊，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有很好很甜美的交通啊，我也慢慢的啊，因为上个礼拜是参加他们的英文聚会啊，所以这个礼拜我是特别去参加他们的中文聚会，然后也想要多更多的了解他们啊，发现到差不多各地教会都情况都很接近啊，再来的话就下午的时间啊，那个我们电视台的同工们啊，那个在拉斯维加斯主要的都在一起啊，一起吃饭啊，一起交通啊，那也是看到哈、啊、就很多的这个作为啊。然后他们啊说要来唱，我说可以啊，那你要让我唱我想唱的歌。然后你们想唱什么？就别人唱圣诗，我就在那边带领他们唱诗歌。哎呀，中文的、英文的，很可爱。他们是，哎，大概他们一开始还不太习惯啊。我说慢慢来，不急啊、一点一点的。然后，所以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哦，都是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之下来活在主面前。我现在发现啊，神是不偏待人的，不管啊是对你或是对别人，都是不偏待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需要把自己看得太低啊、总之这是神的工作啊、我们就是向着神活着啊、这个是这个过日子啊，好处就是怎么样。他无论如何时时刻刻的就是每一天至少有一个时间啊，他一定是要叫我们回到主面前，然后重新思考，重新的出发，重新的有一个这个安静等候的时间，然后一起在
组里面哦，然后一起来连接啊。那你们那边现在哈、哦、跟老师的感觉有一点不一样。我现在是一天的开始啊，你们是一天的晚上，其实也都有它的好处。每一次在夜里要睡觉之前呢、啊，我也是常常在跟主啊有很多的这种连接啊，有很多的连接。那么。最近呢、啊，那个学习了蛮多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回到美国哈、啊，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感觉啊，重新开始的一个感觉，真的很好。好，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主，我们求你啊，实在是再一次带领我们众人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啊，现今也照常显大。我们感谢你啊，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哈、啊，有那么多怜悯的故事，有那么多这个得胜的故事啊、也盼望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有许多生命的经历啊，是可以存留到后世。哎呀，主啊，我们赞美你。这位史弟兄我以前不认识，听说的很久了，认识在这个教会中也传了不少故事，但是啊，第一次看到他自己写的文字，看到他们生命里面这个是神怎么样来带领来变化的哦。我实在是很受感动，我实在很多感动。我就觉得有很多的情况啊，教会与教会之间啊，常常啊，因为这个行政，因为这个带领者的问题啊，然后常常把一些非我族类啊，就贬低的很低，实在是不应该啊。第一个，教会不是我的、你的，而是神的教会。哦，我们都是神家的儿女，我们没有资格去那边，好像就叫谁不要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这种革除的这种什么教会某些人的这种做法实在不合适。但是呢，我也了解教会有时候为了保护群羊啊，那他们特别做的一些动作啊。叫某些人离开就是是为了保护其余的羊群的这个做法。那昨天就跟钟牧师就是交通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合一，他不合一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就败坏，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呢、之所以有这个都个别说都与神的关系很好，都个别都认识神，其实到最后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我这个到了最后，我还是觉得就是都是人的因素，并不是神不愿意让这个合一这个在他的儿女当中，绝对不是，是人还是人的因素造成的这个分离。当然那个钟牧师他有他的一些想法啊，但是他的想法我经过我们昨天一夜的这个交通和辩论那我跟他讲某些的这个想法我们都在邻里合一啊，但是呢这个嘴巴说是邻里合一，但是实际上呢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个我也不觉得那是真实合一，那种所谓的合一也没有办法真正合一的。我觉得还是在神的国里面，真正的每一个人都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每一个人都服在权柄之下，那以基督做我们的元首然后按照属的吩咐来做事啊，才有办法真正的突破。不然的话，你只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领头各方面啊，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了啊，所以啊，有一些事情啊，我看到他写的东西，我就听起来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也吃过这种苦啊。明明是我根本没有他们这样子讲的这种事，然后还要在外面那么乱讲，这个的确确是有
为了不管他是为了什么样的缘故啊，总之啊，神有神的手，神有神的做法和这个他的工作和带领啊。我觉得我们俯伏在主面前，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功课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他们，哎，我昨天跟这个周牧师啊交通很多。哎呀，彼此都有一种惺惺相惜吧。啊，居然到现在他是觉得年纪那么大了，然后还能找到一个可以这样谈的。我是觉得难得，在这个时间点上啊，还能够找到一些人呢，能够理解我们在讲的话，非常非常喜乐。好了。我们其他话不多说啊，因为每一天我们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自己受到怎么样的一个带领，我们就把它带出来，这就是我们过日子的人哈，跟那个讲课的那个人啊不太一样，过日子就是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他不会说特意要做成什么啊，也不会说要特意要干什么，他就是每一天我们就一起活在主面前就是了啊。好啦，那个我现在哈，我们马上要讲到雅各跟以扫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十二个支派啊，他们出生的名字的意义啊，名字的意义。好，我们开始进入大概这个创世纪第31章了啊，31章。我们知道这个30章啊。是这个还这个他们还在那争执小孩的事啊，就是生孩子啊，一个接一个。不过我觉得哈，考考大家好了哈，考考大家，在这个29章的时候，利亚这个生了儿子啊。那这个利亚呢生的儿子啊，第一个他生的什么啊，他得了儿子叫流便，对不对啊？流便啊，我们现在就尽量了不是用背的哈，是去回忆整个的故事啊。那么第一他得的儿子叫做流便，后来呢神又恩待他他又再得了儿子他是因为耶和华神听见他的苦情听见他失宠了，所以再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听见听见的意思就是西面。再来呢就是后来又再得一个字他相信他的丈夫要与他联合，叫做利未。然后再来又是他一路过关斩将都是他得着的。哎呀，犹大他要赞美神，他知道他的先生也是他的了那个拉结这个输人不输阵那我把我的使女毗拉给你。毗拉得了一个儿子，哎呀，他说这耶和华神终于为我伸冤了，叫但。那么再生一个儿子再接再厉叫拿弗他利我与我姐姐相争并且大大得胜相争的意思就是拿弗他利。在后来利亚发现哎呦这样子追赶那不行那我也把我的这个使女叫做西帕给你做妾。哎，果然怀了一个儿子，哎呀，他是得着万幸这个万幸的家德。有福的亚撒，好，万幸的加德，有福的亚撒，好，这个前面四个就解完了。再过来的时候后面的最后的加德亚撒之后有一段插入的话，就是这个蜂茄的事情蜂茄是流便找在田野里面找到蜂茄给他母亲。拉结一看，哎呦，这个东西对我这个怀孕蛮不错的我跟你换就让他让这个雅各当晚跟这个利亚在一起，所以他们是争夺的那雅各去了以后，果然神又应允他再次的生育
再次生育的时候啊，他就是说，哎呀，这个叫做以撒迦啊，然后以撒迦和西布伦啊，有没有印象啊？他这个以撒迦是什么意思啊？价值啊，哎呀，我给我的，我这个，我把我的丰田给了我妹啊，我又把我的这个使女啊又交在我丈夫的手中啊，我出了这个代价啊，所以我得了价值，叫做以撒迦。那后来呢又再次怀孕啊，她就叫西布伦了。哎呀，我的丈夫必要与我同住啊。你看到她这个恋慕她的丈夫是非常清楚的，很明白的啊。然后再来呢就是西布伦以后啊，她生了一个女儿叫底丹。后面呢到了最后一个的时候啊，这样就是又是三个了哈，但是有一个是女的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耶和华神呢就怜悯了拉结，应允了他得了一个儿子他就赶快取名叫增添我还要再增添一个，这个就叫做约瑟。好了，弟兄姊妹，我老师这个哈完全不是用背的完全是看那个景象和故事发展的。我是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个十二支派，这过日子啊才有办法这样的带领你们，那不然的话其他的上课你们就把它背起来就好。哎呀，后来呢这个时间到了啊，那这个他生了那么多孩子以后啊，这个拉结怀孕生子，所以觉得主给他除掉他的羞耻。然后拉结生的约瑟以后啊，哎呀，这个大功告成了，雅各就对拉班说，那打发我走吧，我想要回到我的本地本族本乡去了。这个请你把我为了你服侍啊所得的妻子儿女要带走啊，让我走，你我怎么服侍你你都知道的啊。拉班就说了，我若是你面前蒙恩啊，请你人与我同住，为什么？我算定了耶和华为什么赐福给我，这跟你有关啊。其实这一段时间呢，老师在这边工作啊，我就发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啊，昨天那个他们这些高层来到我们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也是谈到这个事，他们就觉得哦，就好像公司好像因着我们那关系啊，就得出很大的祝福。第一个，我们从来不跟这个公司要求这个要求呢，我很少这样讲。我就是拼命做事啊，该我负责的，我不管他讲的是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怎么样哈，就会不会太过分啊，我都不管。我觉得既然交给我的，我就是使命必达，这个是一个态度问题啊，所以比较累。哎，我也不会跟人家增进啊，有什么样的啊都不需要啊，该怎么样就怎么做。然后我。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家就对我们是相当的有那种放心啊，你知道吗？其实对我老师来讲，那更是喜乐的。为什么？没人管我了，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啊，整个事情都是我自己来控制就好了。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啊，为什么没人管你？人家对你是放心的，人家才不管你啊。你听得懂吗？那。他那边在洛杉矶的那边的这些年轻人啊，哎呀，这个实在啊，我跟我差距很大。他们就那边想哦，你叫我们那么累，你叫我们加班加点做什么？那钱要增加，他们就跟他这个不断的这个起冲突。结果呢，这个。哎呀，人家怎么想啊？你什么都没有给我做出来，你给我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这个差距很大了，所以就
想啊，哎，再这样子，我就额外再去找人就好，我不要你做事。那同样在工作，我现在就发现哦，我们虽然没有在职场待过啊，但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性格和基督徒做事的方式，我们也不跟你争，也不跟你抢，也就是中规中矩，使命必达。我们既然答应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这样子做。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很奇妙，到了最后啊，所有的好处都流到基督徒这边来了，就这样子。我们根本没有去争的人，反而得到最多的那些争的人什么都没有。所以啊，哎呀，我现在发现了，做事没有什么难的啊，你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要面对你这地上的老板，好像面对主一样，那个态度是这样子。你就是忠诚就对了，你是面对神嘛。那这个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对人忠诚哦，我们是因为对神忠诚，所以我们自然对人我们也是如此嘛。哦，我们不是特意的为他们做什么。他们也很惊讶，我们从来也不跟他要这个要那个的，反而是他自动自发的，所有的好处全部都到我们这边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越看就越明显了。弟兄姊妹，能够不 prosper 是不太可能，就不昌盛、不繁盛，不可能的。我们基督徒啊，是很自然的会得着很多的祝福的。你们听清楚啊！你们听清楚，这是必然的。你只要是真正的像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啊，这样子，神必然让你所处之地啊都满了祝福，是这样子。我是没做过事，你们都知道的啊，我没有做过世界上面的这些，但是我们做的工作很多，虽然我们工作的对象都是主。也没有在地上拿那个地上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薪资，也不是为人办事。但是我就发现，你即便是做世上的事，你用那个对主的那个态度去做，神也会大大祝福你的。好，我觉得在这边呢，应该要跟弟兄姊妹讲，就是相信，相信神，必要祝福大家，必要祝福大家，只要。我们真的肯啊，你真的肯，人家是看得出来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嘛？你是无条件的，然后来协助人家，人家的感觉是什么？你是有条件的，你想要做什么东西，想要挖什么墙角，是人家也是摸得到的，你知道吗？没有人是笨的，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在事业上哈不顺。你一定要调整你这个人，你要把自己调整到就是面对主的这个态度哦，来去做每一件事，忠信精明的做啊，忠信又精明的做，那神必然是祝福你的。好，拉班希望啊说，这个你定定工价吧，我就给你吧，那这不是雅各自己主动的，这是拉班主动的。啊，虽然雅各啊，这个后面啊做的事情啊，想尽办法，一切办法，反正你那三天三夜都离我那么远，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搞，你也没有什么监视器，我就用我的方法，然后把这个羊群、牛群啊，怎么样的都归给我，对不对？这个是一件呐、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雅各啊，看见拉班的气色不如从前之后啊，就知道了。他一直看，哎，奇怪了，怎么现在没有斑没有点的，长得都特别瘦弱？他就给他改工资啊。上次讲说，有斑有点有纹的，那太多的都是你的，这不行啊，那这对我不公平。那这样吧，你就有点的给你啊，剩下的还是我的啊。那结果剩下来都是有点的。那么后来再过一阵子，哎，不行不行，有斑的给你，有点的是属于我的。结果呢，又剩下来都是有斑的，哇，那个拉班呢，实在是
没辙了啊！我这个怎么说都不是他的啊，就好像抢夺了他的所有的啊，就从拉班手中啊，就一一的啊，就转移财富啊，就到了雅各身上啊，到了雅各身上啊。我觉得哈，这个实在是很奇妙的事啊。我们在神的手中啊，也是如此。弟兄姊妹，这世界上啊，不会永远都是给那些强暴的人啊，不公义不义的人的啊，神啊，随时就会把他们手中所有的啊，抢夺过来，交在神的家人中。要记着啊，对主啊是一个信靠的。哎呀，他就发现哦，这样子不行。耶和华神就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你要回到你父你主那里啊，亲主那里，我必与你同住了。这个事情，然后打发人叫了拉结和利亚到田间来，然后告诉他们的父亲的事，我其实也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的父亲，你们都知道啊。你的父亲是怎么样待我了，欺哄我，十次改我的工匠，你们都知道的。然而神是不容许他害我，所以无论他讲什么这个神就把你父亲的牲畜啊全都夺来赐给我。因为我在梦中啊，我就看到举目一看，羊配合的时候啊，凡是讲有斑的就是有点的有花纹的啊，这个跳母羊的公羊就是属于这个。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唤我雅各，我说我在这。他说啊，你举目观看一下，跳母羊的都是有斑有点有纹的啊，凡拉班向你所行的我都看见的，我是公义的神，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啊，曾经用油啊浇过那柱子，对不对？向我许过愿，现今是时候了，你起来吧，离开这地，回到你本地去吧。拉结和有利亚就回答，哎呀，正是如此啊，在我们父亲家中，我们还有什么得着的吗？还有什么是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我们不过是外人。他把我卖了，吞了我们的价值啊。所以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孩子的，可没有讲是你雅各的。这个现今啊，凡神所吩咐的人，你就去行呗。好，于是啊，他们就走了啊。三天以后啊，这个拉班啊，知道这个事，赶了七天七夜，终于赶上了，在这个基列山上啊，支搭帐篷。结果呢，耶和华神在夜间向亚兰人啊拉班显现说话，你给我小心，不要跟雅各啊说好交代。他隔一日啊，就对雅各说话，你说的什么事？你还背着我跑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啊带走，就像好像用刀子啊抢夺一样啊，你为什么不暗暗的走呢？为什么不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呢？叫我可以欢乐歌唱击鼓弹琴送你回去，难道不行吗？那你不容许我跟我的孙子啊这个儿女啊女儿啊这个亲嘴，你这个什么行为啊，真是愚昧啊。我是有能力害死你的，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跟我说，你要小心，不可说与雅各说好说歹，我才放你。你虽然想家可以，你回去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要偷我的这个神像？哎，故意找一个茬。神像是顺道的事啊，但是啊，真正的目的啊，还是想要讨个公道。拉班才想啊，恐怕你啊要把你的女儿又要从我夺去啊，你这个十次改工价的人呢，我对你是完全没有信任，你完全没有信用的人啊，我如果真的在你那里啊，我什么东西都会被你再抢夺，所以我赶快跑跑。至于你的神像呢，你在哪里搜出来，就是这个不容他生，没问题，反正他也搞不清楚。拉班啊进了利亚雅各两个使女的帐篷，出来通没收到，进到拉结的房间啊，他把那个神像这个藏起来了啊，坐在上面摸透了都没摸着。
拉姐跟他父亲说，我现在身体不方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啊不要生气。所以他怎么样都找不到、这个时候、雅各发怒了，你这个搞什么，我有什么犯、过犯啊，我有什么罪恶、你既然这样火速来追赶我啊，我犯了什么事情啊，你摸了我的家具，你摸到什么吗？放在我们 弟兄面前呢，看给他们看看，辨别辨别呢。好，这个时候就赶紧用这个时候做一些真正的反驳。我在你家中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的、就表示啊，其他人很容易掉胎、不管呢、你没有疏于照顾啊，他就掉胎了。你群中的公羊我都没吃过一只啊，我不敢给你吃，对不对？吃的都是我自己的。被野兽如果撕碎了、我如果没有办法带回来给你、你要是点名了、点了几只，100只少了一只，你给我赔上。无论是白夜，无论是黑夜，只要被偷去的，你都跟我索要。那我这24小时，我没有一天活着像样啊。我白日啊受尽干热，黑夜啊受尽寒霜啊，不得合眼睡耶，我常常是这样的。哎呀，前阵子我就觉得白夜黑夜的哦，那但是因为我是在学习，因为这工作哦，这个马上就来了嘛，那当然是什么东西都得学。我这20年在你的家里面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的14年之久。为你的羊群，这个为我自己的产业，我服侍你6年之久。你这其中20年的时间，你改了10次工价，哎呀，你也实在是太离谱了。你看啊，头7年我要的是拉结，你给我利亚改了一次，后来呢，你又要加7年的时间，然后这个第二次。那么再来呢，你我想走了，你又要叫我留下来，那后面的话有斑有点有花纹的各改一次好了，就起码5次以上。那个10次工价都不断的改，你看那这个多么没有那个信用啊。他自己欺骗人，欺哄人啊，神就给他一个更厉害的来欺哄他。哎呀，若不是啊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今天呢、是让我空空的空手而回啊！然而神是看见我的苦情呐、和我的劳碌啊，昨天才责备你啊。拉班就回答吧，那好，你说的我也没办法反驳，是事实。但是这个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女儿所生的，是我的孩子。这羊群也都是我的羊群哦，对不对？你来的时候你有什么？你就一个人。凡在你眼前的通通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儿子，我还能在上面做什么呢？好了，我们就起誓吧，立约吧，做你我中间的这个证据。雅各拿了一块石头作为柱子，对众兄弟们说，我们那么 多年了在一起，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一起堆石头吧。大家就拿着石头堆在一起，他自己先拿一块做柱子。这个我们就称这个石头堆啊，拉班说是伊加尔萨哈杜他哈兰文啊，就是亚兰文啊，亚兰文啊。那个雅各呢称那个石堆加雷德。希伯来文以石为堆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怎么证据啊，你们以后看这个石头所堆之处啊，就是我们当初跟你啊订约的地方。这个加勒德就是以石为堆，又叫米斯巴，就是瞭望台的意思啊。意思是什么？我们彼此离别之后啊，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啊。拉班说咯，拉班说如果你这个苦待我的女儿的话，我看不到，对不对？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又娶了其他老婆的话虽然没有人知道，但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就说了，
你看你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个石堆和柱子，这个石堆就是做证据的啊，这个柱子也做证据，我绝对不会越过石堆去害你，你呢也不可以越过这些石堆和柱子来害我啊啊。那但愿耶和亚伯拉罕的神拿赫的神，也就是说我尊重你的信仰，但是我的信仰呢拿赫的神啊，就是他们父亲的神都在我们中间做判断。雅各就单指着以撒所敬畏的神耶和华的神啊，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没有指着拿赫的神啊启示。然后他们在山上献祭，雅各啊献祭，请众弟兄啊一起来吃吃喝喝啊，我们终于啊要 say sayonara 了啊，吃完了就在山上这个住宿一宿，清早起来跟他拉班跟他外孙跟女儿亲亲嘴给他们祝福，就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核心的这个内容。我觉得神啊把创世纪啊做得非常故事化，就是叫我们啊永远记住。我现在发现啊，你记忆力啊之所以能够长久啊，都跟右脑有关啊，都那个景象。所以圣经的结构啊常常是故事型的加上那个论理型的。故事型的常常记得得，而论理型的常常记不太得。这个就是原因。雅各仍然行路，神的使者就遇见了他。其实啊神的使者在路上遇见雅各，雅各见看见了，哎呀他说这不得了啊，神的使者就像军兵一样啊，就叫那个地方叫马哈念，神的两营军兵啊，这个两军兵的意思。好，你们为何观看啊舒拉密女如同观看啊马哈念的两营军兵一样，就是这样的啊，马哈念跳舞的就是两营军兵啊，是得胜的主，在征战之前就得胜有余了，意思是什么？他所有的胜利本来就是属于主的，因为他在我们前头哇，我们必然得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见到耶和华的使者，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敌人呢？他说都不是啊，这个我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有没有啊？就这样，不是帮哪一个人，不是啊这个弟兄跟那个弟兄有嫌隙问题，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国度的主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啊他知道他会得胜，因为啊神与他同在，他就打发人去西尔地啊找找他哥哥以扫，让他们说啊你们对我的主以扫说话的时候要讲得很客气，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那个拉班那边聚居啊直到今天20年了，哎呀我有一些牛羊驴仆婢啊，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的面前蒙恩啊。以扫啊已经20年没看到他了，他这个突然之间想起啊，我这个兄弟就是那时候骗了我长子的名分又把我的祝福骗走了一位啊。好，你终于回来了啊，我现在我妈也不在了，我这个没有什么禁忌了，就把你给杀了，反正爸爸也看不太清楚。打发人一回到雅各那边去啊，就说我们啊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赶着你来了，带着400人迎着你来。请问啊带着400人看到雅各只是跟他欢迎列队吗？没这回事的。雅各又不笨，所以甚惧怕。哎呀，而且愁烦啊，这个比拉班厉害了啊，这个因为他不讲道理啊，他不跟你讲道理，他跟你比武力，你根本不是他对手。哎呀，后来就想一想啊，就是哎，两营军兵的神啊，就按照这个策略啊来做，便把那些啊与他同在的人，羊群、牛群、骆驼的分成两队啊。他就想啊，如果
以扫过来击杀这一队啊，剩下那一边还可以逃跑啊，我起码还可以留一半。雅各说啊，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说啊，要我回到我本地本族去，你要厚待我吗？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你知道吗？雅各有一个好处，也是啊，真实重生的弟兄姊妹会做的事，就是碰到真正的为难的时候，困难以及难处已经大到极点，他胜不过的时候，他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谦卑俯伏在主面前的。他悔改，我一点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就过了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为两队了。但仍然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啊，因为为什么？我怕他来杀我啊，连我的妻子连我的儿女一同就杀掉了。你不是曾经说过，你必要护待我，使我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不可胜数吗？当夜啊，雅各就在那里住宿啊，就从啊他所有的物中啊拿起这个礼物来，哎呀，平息他哥哥以扫的怒气。他说啊，给的有多少啊？你想啊，他有很多东西的啊，他光是给出来的，我看那个都不止十分之一了。母山羊200只，十分之一的话，他最多2000只，搞不好是1%了啊。哦，那就是很大的家业了。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啊，就是。这个跳母绵羊的跳山公这个母山羊的就是这几个了，那是配种用的。昨天呢，我看他们有钱人过日子啊，那个狗都要有什么，都要有这个家谱啊，我从来不知道啊。哎呀，这个纯种的什么什么狗，纯种的什么什么狗，哎呀，这个他妈妈是谁，他爸爸是谁，他的祖父是谁，祖父还拿过世界冠军啊，如何如何，就这样子。哎呦，我天哪，这个就跟这个差不多。好了，后面呢，每样各分一群，分别交在仆人的手下。对那个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啊，群群相离要有空间。这样面对塔杀的时候赶快跑，不要那么快就被人家怎么样了。又吩咐了进先走的那个最前面的说说什么，我哥哥李嫂如果问你，这是哪下人，要往哪里去啊，你前头的这些是谁啊，谁的，你要这样回答，要极其谦卑。哎呀，这是你的仆人雅各的，这些东西都是我送给我主以撒的礼物啊，他自己也在我们后头呢。第二队第三队一切赶群畜的啊，全都是这样讲。你们只要看到以撒的时候也要这样子对他说，而且你们还要这样说，你仆人雅各啊在我们的后面。因为雅各心里说，为什么他要说他在后头啊，他心里怕，我是盼望啊借着我前头的这些礼物啊去解他的恨。他呢以前啊吃一个红豆汤，我把他的长子名分给抢夺了。后来呢又抢了他这个父亲要给我的给他的这个福分。好，我想我送的这个东西够多了啦。哎呀，以前的事情啊，那不过是啊名义上的我也没有真正的做啊，但是那个实质上的我是给了那么多羊群牛群的，对不对？哎呀，我给的这个奶崽子骆驼都30只啊，母牛呢40只。公牛有10只，母驴20匹啊，这个驴驹子还10匹，哇，这个给的够大气了，够大气了啊！那我想啊，这些礼物应该可以解他的一些恨吧。然后呢，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可以容纳我啊，或者啊，于是啊，礼物先行啊，人都没到啊，粮草先行，那是礼物先行。那夜啊，雅各自己就在队中住宿，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啊。打他们先过河，
打发呢所有的全都先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啊，就在亚伯渡口这边呢、啊，跟他摔跤了，摔，直到黎明啊，跟他这个不分胜负啊。那人看到自己啊胜不过他，就在他大腿窝那摸了他一把，才简单的一摸，他的大腿窝扭了。那个人呢、啊、就说了：“天黎明了，我得走了。”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都不容你走。”那人说话了：“你叫啥？”我叫雅各啊。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做以色列。为什么？因为啊，你与神与人较力啊，都得了胜啊。以色列意思就是神的王子，也是啊，与神摔跤的人，与神与人摔跤都得胜的意思啊。”雅各就问他说呢：“那你叫什么名字呢？请你把你的大名呢、告诉我。”那个人啊就回答了：“何必问我的名字呢？”就给他祝福就走了。雅各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比努以勒，知道耶和华以勒是啊，耶和华必预备啊。那么比努以勒是神的面啊，神的脸的意思啊。比努是脸的意思啊，以勒是神 L 啊。哎呦，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很有一个启示啊。比努以勒是因为我面对面看见的神，我的性命居然还保存着。哎呀，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日头刚出来，雅各呢已经过了比努以勒，然而他的大腿窝被摸了一把瘸了，瘸了。这个在20-30年前呢、有一次这个主日聚会啊，一位弟兄他现在过世了哎呀，人真的生命都好短了。他有一次很形象的就把这个一瘸一瘸的雅各这样子就是表演出来。他说这个雅各如果干干净净好端端的，哎呀，这个神采奕奕神采飞扬的来到以扫面前，这个以扫会放过他？以扫会那么一下子就比如兄弟之情啊？这以扫的不是那么样的人。所以神啊，在环境中给你环境，在环境中给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倒霉的事情啊，摸了大腿窝就瘸了嘛。哎，但是啊，这件事却成为啊环境中的一个怎么样保守啊？如果没有这件事，恐怕呢他所有的都不再是他。但就是因为这件事，反而让这个以扫啊心就软下来了。哎呀，我的兄弟啊，你骗了我的长子的名分，你骗了我的一大堆的祝福，结果你今天过的是这样。哎呀，实在过得不怎么咋不咋地了，很关键事了。所以啊，这个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个人啊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个挑筋族就是这样的来的啊。雅各举目观看啊，见以扫来了，后面呢、实在真的跟着400人啊，400耶，弟兄姊妹，400是浩浩荡荡的嘞。他就把两个孩子们呐、分别分开来，交给了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通通交给他们，并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就是细帕跟他的孩子叫什么但，还有什么拿弗他利不是细帕是帕屁啦然后希帕呢有福的万幸的万幸的加德，有福的亚瑟就是在这前面呢爷爷不疼的就是让他们先到前面去。那利亚呢和他的孩子放在后头一点前面的是他们最不宠的，就是放在最前面。那么利亚的四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刘辩这个牙这个刘西面这个利位跟这个犹大，就在后头一点。他比较疼那个什么拉结啦，
拉杰和这个约瑟啊，就在后最后头，近后头 ，at the rear 啊，他这个 he put the handsmen and their children in front, Leah and her children after, Rachel and Joseph at the rear 啊，在最后，他自己呢啊，在他们前头过去 ，he himself pass over in front of them。哦，那这个老师以前讲的不太对啊，要重新修正一下，是在他们之前啊。那么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的面呐、啊。好，这个以扫啊，跑来迎接他。哟 ，he ran to meet him， 就跑来了，其他的人没跑，就待在原地了。哎呀，抱着他啦，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呀、啊，两人哭啦 ，embrace him， fell on his neck， kiss him， and they wept。啊，这两个这个时候才是真亲情啊！好久没见呐，我那么惨呐、啊，啊，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以扫就举目看这个妇人和孩子，就说：“这谁呀、啊？”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呀、啊？啊，雅各说：“这些孩子啊，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哎呀，于是啊，来叫那个两个使女和他们孩子面前来下拜。后来呢，拉杰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后来呢，这个约瑟和拉杰也来下拜啊。那个以扫说：“那我先前遇见的这些群畜是啥意思啊？”哎呀，雅各说啊，是为了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啦。那么以扫说：“哎呀，兄弟呀、啊，我的已经很多了啦，你的人归你的吧。”啊，哎呀，雅各说：“千万不能这样啊，不然啊，我如果真的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收下，求你收下了啊。人呐、啊，收人的钱，收的什么，收人的手短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求你啊，从我的手中啊收下这些礼物，因为啊，我见了你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呐、啊。哎呀，这个极其的谦和，极其谦卑，而且你还容纳了我，人家还没有真的讲容纳嘞，但是那个态度已经这样子了。哎呀，and you were pleased with me， 你高兴啊？这个是什么 ？pleased with me 的意思啊，并不是接纳。而是你很开心啊，跟我在一起的，就是这个意思。求你啊，收下来，我给你带来的礼物吧，因为啊，是因为神恩待了我，使我充足，再三的恳求啊，那他说吧，说吧，啊 ，he urged him 啊 ，he took it 啊，这一句啊，就是该以前的账都了的意思了。那么以扫说：“那这样吧，我们可以起行前往，我就在你前面走吧。”啊，雅各跟他说：“哎呀，我主知道那个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呢也在乳养期，这催赶一天呐、啊，这个群羊啊就死了啊，这个就求我主在我仆人面前呐、啊，先走吧，我慢慢的。”我量着我的度量，量着在我面前的群畜，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慢慢的前行，我一定会到你那边去啊，是要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啊，可以吧？米嫂就说了，那这样吧，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了几个在这一边呗。啊，他说雅各说，哎呀，何必呢？只要在我主面前蒙恩就好啦。意思是啊，我愿意找人来帮你啊做这个 bodyguard 啊，就是保镖。哎，他说不要了，不要了啊，谢谢你啊，只要我能够在我主面前蒙恩就很好了。这以扫啊，不疑有他，就走了，你知道吧？就当日起行往回到希尔去了啊。这个雅各、啊、二话不说，一走人啊，就往别的地方走了。他赶快改一个道，到树哥那里了。他就在那边为自己建造房屋。盖造房屋是干嘛？不是 tent 哦，是 house 哦。Make shelter for his flocks 啊，就在那边啊，为了牲畜啊，支搭帐篷啊，所以就叫那个地方叫什么树哥？树哥就是帐篷的意思啊。在以色列啊，离开
这个埃及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就叫舒哥啊。那啊，到33章了，这个雅各啊，从巴旦亚兰一直回来，回来的时候就平平安安的回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啊。他呢就回到了迦南了嘛，终于回到他自己神所应许的地。他就在城东边呢，就支搭了帐篷。就支搭了帐篷，用100块银子向这个世间的父亲哈莫的子孙就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所以这块地是他买的哦，他可不是啊这个这个抢夺人家的东西哦，这个是你们老家的地盘，没问题，我出钱帮你买下来。前面的是400舍克勒买下了麦比拉东，他现在才100这个银币啊，这个什么概念啊？100舍克勒的话，买下来的这一块就足以他们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的羊群啊，住在这里。所以那个你可以比较出来啊，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啊，贵到离谱了啊。好，那就在那里啊，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什么？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啥意思啊？这个啊是神，就是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哈。Elohei Israel。这个 L 就是神啊， Elohim 啊，就 Elohei 啊，跟那个全能的神呢，以罗星啊很接近啊。然后 Israel 就是啊，以色列的全能神的意思啊，神是以色列的神。好，我们今天呢、啊、就停到这边就好啊。我们每一天一点点一点点，其实今天呢、啊、总共从30章然后复习，然后一直到33章，我们是每一次有一点复习，每一次往前走，每一次都这样，你就发现了我们的同样的这个信息啊就加深印象。我是盼望啊，这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们是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有一本书啊，尼托森弟兄写的啊，就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如果你仔细读啊，你会从中啊得到很多生命的亮光啊。那老师在读那本书的时候也常常有很多的宝贵的亮光。那么同样的这段时间呢，老师带着你们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样子带来经历啊，你就感觉慢慢那个神的那个画面呢、啊、凸显出来。我有时候在课堂上啊，直接问弟兄姊妹，你们第一代信主的举手啊，有一些举手。我说啊，你们这个神呢、啊，叫做亚伯拉罕的神呢、啊，在你们的家族中，你是第一个走出加勒底的乌尔，蒙拣选呼召出来跟随神的人，所以你在你的家中叫做信心之父啊，第一个。但是呢，有没有那个第二代的？也有举手，很多人举手。那我就说，第二代啊，第三代的啊，这要么以撒的神，要么雅各的神，这个、啊、差距也有的。以撒的神呢、啊，简单明了啊、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解决了他的人生。雅各的神虽然是第二代到第三代了啊，但是啊，他却是一个抓夺的一生，被神变化的一生，好吧？所以这三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哪一个最成熟，生命最成熟老练呢？是亚伯拉罕吗？他到了年早的时候还是娶了妻徒拉那个一大堆的事。那是以撒吗？哎呀，有的吃就祝福，没的吃了就没福，哎，就这样子。哎呀，一点都不是这个很靠谱的啊。那这个是雅各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能够把它变化到一个程度了，让这个从小就是抓夺的人成为真正神的王子啊，高贵，成为那个非常神这个圣洁的人，然后成为一个带着大的祝福啊赐福给别人的人。这个啊都要到约瑟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他的故事的延伸。
所以约瑟的这个生命啊，在圣经里面他不是说约瑟的子孙如何，而是论到约瑟就讲到论到雅各的子后裔如何。所以你要看啊，在这一大段从创世纪的十二章以后到五十章，总共38章的时间，讲的故事就是这一整个家。创世纪啊，不是只是在讲啊神创造世界的记录，而是在讲啊神与人的关系，神与人的连结，怎么样从这个空虚被没有黑暗之中啊，这个空虚混沌啊，渊灭黑暗之中，然后把人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里面啊，把它带出来的故事。说有光就有了光，他就跟从了他，懂吗？一步一步的往前，直到这个约瑟的生命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种整个的突破，整个的荣耀的显现，叫其他的兄弟就在他面前向他跪拜。阿们。好了，我想我们今天讲到33章啊，明天这一个礼拜啊，我们尽量的讲到约瑟啊，讲到约瑟的时候啊，然后后面的一整段的那个作王掌权的生命经历是非常精彩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然后我把时间先交给，让我看一看啊。哎，新宇，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可以讲话吗？不方便的话就那个玉颖，来，你们试试看，老师先挂了啊。玉莹有事不太方便啊，那就玉莹吧。我可在家吧。没事没事。我看有一个影，好像一个就是新的弟兄，可以放在冰是不是？不是一个影。哦，那是不是玉莹啊？不是，还是百家，老师很想念你们呢，温馨啊，你们讲讲话啊，我听听哦。我这怎么？有谁就先讲。我这怎么不能取消声音呢？没问题啊，听得到。百家，我没听得到。听得见，听得见。哦。我现在是在外边的，老师没有在北海。哦，你现在人在哪？我在珠海，我刚从澳门这边回来。哦，好好好，一切都好吧？那个疫情是不是真的过去了？对对，现在反正在国内好像是戴口罩的还真的不多了，但是在澳门那边戴口罩的还挺多。真的？不严重啊？对，不严重了，好像忽然就。对，现在就是过关这边也没有要求强行戴口罩什么的。哎呦，就这么一就这几个月了。对，就过去了，就很奇怪。真的是很奇妙，跟美国一样啊，老师不是去年还前年得了吗？得了以后就再也没戴过口罩了，不需要了。真的是这样。是有的时候戴口罩还反倒挺奇怪的。就忽然就过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好，感谢主。就是有插空的时候就听一听，听一听的话，这个还是要复习一下。就是每次讲，对，都有个印象，每次讲都就像多刷墙一样，多刷一遍，还是挺好的。每一次其实老师也是有很多一些回头的亮光给到我们，然后我们每次听的时候，可能有的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也能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启示。像这个雅各他的生命的变化，其实真的是遇见了神，跟神有直接的这种接触之后，被神摸了，他就是看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腿瘸了哈，就是应该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他来讲，确实他生命的一个祝福。
让他就是有了一个肉体的生命，不被姨嫂所伤害，然后呢他的本质的生命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他这时候已经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了。所以就想到，对，我们有的时候所经历的就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可能是当时我们看对于我们来讲是很痛苦的，甚至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有一些病痛啊什么的，也是很痛苦的一些事情。但是等过了若干年之后再一想想，哎呀，因着这样呢，我们又领受到了神的哪方面的慈爱，对神又有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像雅各一样，他所临在的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是要跟神有一个这样一个摔跤的过程。可能我们有个一开始的抗拒啊，不理解啊，跟神像一个这样摔跤的过程，但是还是最后还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益处的。所以今天就听了这个，从30章复习之后到33章之后，还是就是雅各跟神摔跤的这一段还是印象更深刻，因为这个是成了他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还是每次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给人很多的一些启示的。谢谢老师，我就先分享这么多吧，那交给昌梅姐吧，你看你再教学行吧。好的，大家好。然后到底熊方便吗？到底熊听得见吗？如果不方便，我听得见。好的。但是我今天听的怎么说呢？没有那个特别认真吧，也没有思考，因为最近也是在刚好也是在读经，读那个创世纪嘛。我觉得可能到另外一种状态，就先要去听一下吧。最近我觉得动脑子少了，因为最开始我觉得认真在听的时候可能想的会比较多，然后去分享，所以后来最近我就分享的比较少一点，然后把时间留给别的姊妹吧，别的弟兄姊妹吧。杨立兄方便吗？杨立兄方便吗？没有声音。温馨姊妹方便吗？郭嘉，郭嘉，听到吗？听得到。哎，感谢神。今天听老师讲这，挺感谢。好像没有声音。周五那天晚上也没有时间去听老师上课，出差了。然后老师今天复习了一下就忙。然后老师领着我们认识到雅各生命是被神一生的抓夺，在神的这个，我感觉是就是我应该怎么措辞，在神的教导中吧，应该是就一路的这个鞭策吧，让他有生命的变化。其实我以前是觉得，哎呀，我没经过什么事儿，我就觉得我挺像以撒的哈，乖乖的，规规矩矩的，感觉一直都是平安和神的保守。但现在就感觉这两年，不是去年哈，感觉我这一路的变化，像越来能看到自己身上像雅各的这个影子，自己有很多自己的小心思和想法，然后还经常不自知的去略过神的教导啊，略过我们每日持守的读经啊、祷告啊。就是老师每一次的复习都能够让我想到这一点，就是不断的警醒。所以刚才也是在读经中边读经边听老师在讲，就感觉真的神的恩典就每日去听神的话，去
思想神的话，每日去靠神的恩典去活着，才能慢慢的去克服这个老我，这个你思维方式形式为人的一些扭曲的俯视的一些价值观啊，还有想问题的方式。反而最近本来是辞职了嘛，对于未来有一个没有什么计划，也有计划，就是感觉还是担忧，但现在感觉相信，特别相信神会有他的旨意去给我开启门的道路。就像雅各最后也是在神面前不再抓躲，默默的听神的旨意一样，这是在祝福的时候也是有神的这个灵在他里面去为下一代人去祝福。感谢主，就分享这些，现在交给昌梅姐吧。嗯，好的。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方便，那我就来分享，然后交给金牧师。谢谢老师，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那么我们今天从老师三十二章看到说，雅各他在准备见以扫，也就是说雅各他孤身一人去他母舅家拉班那里，然后现在带回来浩浩荡荡的队伍，不光是人也满了，就是牲畜也看到神的祝福。那么雅各在回来的时候，就是说准备见以扫的时候，先就是分了好几批嘛，先拿礼物，先就是让仆人拿礼物去送给以扫，并且分了好几队，最重要的都在最后边，就是比较他在他心里可能认为不太重视的都在前面。这里也看到说，尤其是看到雅各的，他就是谦卑，看到雅各在遇到极大的难处的时候，他的谦卑，他依然的就是依靠祷告神。从经文当中也看到说，你向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其实，包括整个的三十三章，还有看到说，雅各的谦卑，就看到说在以扫面前称就是自己是仆人，并且称以扫说我主。其实我刚才就看到了，因为我没数嘛，来不及数，没来得及数算，但是看到三十三章两章经文当中，雅各说自己是仆人，说我主我主仆人，就是有很多说我主仆人我主仆人，但是我没有数，不多少遍，至少很多。所以看到雅各的谦卑，也看到说以扫在迎接他的时候，带了400人，并不是说单纯的来迎接他，而是说可能有要想害他的意思。因为以扫就是也看到说在与神使者摔跤的时候，他的腿就瘸了，在那里也就是看到说。正因为他的腿瘸，所以他神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么神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也看到说，那得这个时候神就改了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也看到说，雅各，他的生命被神变化，是就是借着神圣的管教是变化的。也看到说当雅各他的生命真正的被改变的时候是遇见了神啊，在遇见神的时候他的名字也改了，就是他不要再叫雅各，你叫以色列。我们都知道雅各是预表那个老我，以色列就是新的生命，所以说也是属灵的生命。看到说雅各遇见主的时候生命的改变，那其实问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有生命被改变，被神改变？也变相的说，就是说你我在生命当中是否遇见了主？老师给我们也看到说，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你在这里看到说，亚伯拉罕的神，也就是说称义的神；以撒的神是恩典的神，就像老师所说的，一切我所有，这都是接受。那么也看到说雅各的神的时候，雅各是被神变化的神，就是被神变化的生命，是借着神
借着神圣的管教变化，就是变化人的神。这里看到说，尤其是看到亚伯拉罕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它的连接，也看到说，其实老师在讲到这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人会时常的说，就是神的施恩和施恩的神，那就是说看到雅各的生命被改变，那你我可能要面临选择的时候，无论在生命当中，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就是问题出现。就是说我们时常给神要施恩，我们却时常的忘了那个施恩的神。那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神的施恩还是施恩的神？我想大家都会通过这样的学习，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在以后也调整我们的方向。就像老师也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在他回到美国以后的工作当中，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都是差不多都是在工作当中，在工作当中，如果就是真的是以神为中心，凡事都是像给神做的，相信就像是也会有就是说祝福吧。所以说心态很重要。无论工作大事小事，凡事都是给神做的，我们就会就是不要求什么的时候，神就祝福就临到我们。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些吧，时间交给金牧师。好，那个32章是不是我归纳了？好像上次已经归纳了吧？长美，是不是？是归纳了。对呀、都已经归纳了。那今天你又分析了。然后还是重点要重在我们要遇见主哦。如果你不遇见主，我们的生命很难改变。所以有首诗歌说：“你遇见主了吗？”我们人要想悔改，必须要遇见主；要想遇见主，必须要极力的追求，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像雅各一样，要抓住神的应许不放，才能够改变才能够改变。那雅各是内心越来越变成稳重强大，那外在呢越来越变得怎么样，缩小，好像不好看啊。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内在强大的时候，不见得我们的金钱就更多，或者是外在更加漂亮，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付出辛苦劳累，就像瘸了腿一样外在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内在这些变化都给我们内在强大丰富，得着上帝。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习雅各的变化学习雅各的变化，他真的说是很多很多的变化。那在变化过程中间，必须得要破碎自己一定是要破碎自己。如果不破碎自己，那也会像雅各一样，用人的方法去那个设计一个自己的战略，像那个方法。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岂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也会设计我该做这个，我该做那个，我应该怎样怎样，很多很多。但是所有的事情你安排在神不许可中，不同意中，那么我们的神一定会出手来干涉，会改变我们。所以说雅各也是一样，也看见神在帮助着他，说看见神的使者。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天使天君都围绕着我们有很多的人都会说一个基督徒就有一位天使，也有很多的人会形容说天上的星星
都是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星星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如何与这些星星与这些天使连接，那是我们要思想的，要思想的。所以人必须的要破碎，是要遇见主以后，遇见主以后，然后呢，我们要全力的去抓住神的话语。无论你今天得到一句话，都可以能够抓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心态。其实这些故事，都是我们自己人生有时候的故事啊。那我今天就不归纳啊，不归纳。像我们真的说破碎以后，像雅各一样看到神的同在虽然外在雅各的大腿窝扭了那雅各的大腿窝就瘸了然后呢，但是我们就会看到31节，他的日头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日头刚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出哪几个字是要的雅各说，我与神啊面对面，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很小心，然后我们必须要与主见面，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神让你去经历，让你去经历让我们也很多很多的时候默想。我今年也一直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要抓住每一个讲课的时间，当神的仆人晚上也愿意为我们摆上，我们真的是抓住机会好好的默想在雅各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他也付出了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在人生中也有付出很多很多，付出那么多你得着了又多少，那么在这条道路上你都是靠自己还是靠神学习雅各如何祷告，亚伯拉罕的神啊，以撒的神啊我们今天也要说亚伯拉罕的神啊，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三位一体的真神与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学习雅各的祷告，学习雅各抓住神的应许。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也得到这样的生命的改变。主，我们原来也都有自己的名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名字也被改变过，称为基督徒。主啊，愿我们的名字主啊被改变过，称为基督徒，让我们能够配得基督徒。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真的配得基督徒，而不是羞辱基督徒的名字。多少的时候我们软弱愚昧无知，使你的基督徒的名受到了亏损，因为我们的名主啊基督徒的名被世人受到了亏损。那么主啊，影响那些主啊早天来到基督的面前，主啊，这都是我们的错误，是我们没有容神一人。愿我们能够主啊来改变，让我们能够对得起基督徒这几个字。主啊，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灵里的以色列人了。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也让我们主啊学会如何抓住神的应许。在我们日常中间，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也许我们的身体需要你的医治，也许我们的工作需要你的主啊帮助寻找，或是在我们的单位上，主需要你的智慧，需要很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以基督徒的身份与世人连接，主啊把你的主啊福音传给世人，让我们主啊学习你的律例典章，让我们更加真正的来认识于你。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向你赞美。主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真的要更多的舍己。主啊，我们宁可主啊多给别人，也不要多取，从别人那里取回来。主，我们不能有太多的自私。主，我们越要主啊以别人的利益为前提，宁可主啊舍得舍得，我们愿意舍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主啊，当我们吃亏的时候就是蒙福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做自私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自义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主啊要离弃我们一切，主啊我们原生的一切的主啊不良好的习惯，让我们在工作，让我们在市民的周围，主啊邻舍主啊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单位，我们的顾客中间，主啊彰显基督徒的主啊名声，主来荣耀于你。主，让我们的生命改变，真的像邻里的以色列人配得，因为我们被你恩召过来就是邻里的以色列人，故此我们称作基督徒。还有我们的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无论我们的生活环境怎样，我们都要来荣耀于你。亲爱的阿爸父，你加倍的灵加倍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彰显你的基督的荣耀。亲爱的主，愿你来带领我们，虽然我们晚上以往，但是主你的灵依然与我们同在，启示的灵帮助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也默想，让我们也有行为。主，你说信仰没有行为是死的，主啊，让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行为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容神一人。我们这样向你感恩，向你赞美，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来背主祷文，我们同声来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到难事，救我们归纳一下啊，用犹便看见西面听见啊，利未联合，犹大赞美啊，然后但就是深渊，拿弗他利先征。我是怎么记呢？就是前面四个利亚生的都是两个名字的，然后中间那个毕拉呢是一个名字，然后呢跟最多四个名字啊，这样就记住了。中间是毕拉生的，然后是一个深渊先征把他的意识叫。再来呢又是呢西帕生的他也把自己的使女给了雅各，所以说万幸啊，我的使女也生了一个儿子又接着啊，我真是有福，我是有福的。然后呢紧接着呢利亚又生了，他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也以撒家最好记了。那个用流变的风钱换来的跟雅各过夜那我们就这样就记住了。西布伦他们利亚最后两个儿子是三个名字的，这样就比较记。所以说他说哎呀真有价值，这个什么为什么叫真有价值，他把那个风钱给了他换来的老公，所以觉得自己这个有价值，因为生了儿子了嘛。是不是所以有价值最后一个利亚生的第六个儿子就是西布伦嘛，哎呀这回我老公一定跟我同住了，所以叫同住这样你就记住了。约瑟跟便雅明就很好记了，是不是拉结生的，
这样就能记住了啊。希望弟兄姊妹也这样去复习啊，去复习。感谢主，赞美主。好，明天见啊。明天见啊。很好，感谢主。